大家好，我是 Villain。去上一集呢，我们就有试了很多辆 4x4 了。今天呢，我没有录的时候他没有在，我一录他就来了。其实上一集我们有讲了，其他 4x4 有400多 horsepower， 有350多 horsepower， 360多是吧？对。啊对，然后再来这一辆是300多 horsepower 的，这次我们要试这辆。所以这辆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啊 ，Romeo？ TRD spec， 2.5。就是 TRD 那时候出那个红色线的那个来的。对。好，这样子，这辆车我们要看到，因为它是300多匹嘛，对不 对？而且它改低了。这辆车改低，对啊，因为上一次那个360 horsepower 原装的玩，对，够力原装 ，OK， 所以它这个外面车身色了漆了，是吗？对。然后在 rim 那边方面呢，它是用 cosmic， 就是那时候我们试那个400多 horsepower Allen 的车，用了同一个牌子，但是不同 series 啊。对。然后我看到它的 brake caliper 也是换过，18Z， 它的盘380mm 的盘，嗯，这个是18来的哈。如果不要换20呢？重啊。是哦，还要轻，马力配合得到哦，所以这个轻一点就比较容易有 feel 了。来，我们来走走看一下这辆车，它这种是加 spacer 加出来的是吗？那个轮胎，你看它平时是没有这样出来的。对，它所以这个要好，为了好看，所以就加出来一寸。它喜欢啪啪这样，出车也比较好出。啊，会影响啊？会。为什么呢？它扩了还没有这样容易 spin。在外观上我看到是干干净净啊，他们叫做啊喜欢做干净，我就喜欢这种 feel。它这个打压也是用255/18，对，它这个是 Ryden，这个这边还找得到吗？找到，还有这个轮胎啦，有啊，这个什么意思啊 ？Dan 一个群组 ，for 什么的？有史车的 group， 所以这个是有史的 group 啦，对，大家玩耍，大家玩这个的啦。对。在 engine 方面，它这辆车有做过什么东西？有做过3000cc 的 cam， 它是 TRD 2.5， 所以它改去3000的 cam， 有什么效果呢？哪里会比较好？就是它的 cam 的开的角度啊，那些东西会比较好。对。Turbo 方面呢？用 FI5， 就是跟那时我们试那个360多号的一样。这个 FI5 它有没有讲改里面的东西？这里是原装 spec 啊，原装没有改，就是买来丢上去。对。在 engine 里面有改什么东西 ？engine 里面没有，大致上就是这样。就是 2.5 的 block， 然后换两只 cam。对。就这样子，嗯 ，Intake 这是 BRD 的对吗？对，这样它的那个 performance、会增加吗？会，大概多少 percent 左右？应该有多一个十码左右啊。10 horsepower 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这样外面改了什么？油嘴哦，半 shaft fuel system 哦，跟 Intake turbo。这样如果要上300匹的话，要做什么东西？大概300匹的话、要上到这样子300匹，就是加油的东西先，然后才换 turbo。最好是一起做啊！一起做才拿得到，不然你油多也是没有用，你得不扎不上。对。所以这样子搞，它这个马力是300几啊？310出。扭力那边？扭力600多。On two wheel 的时候啦。所以这辆车是用什么电板 ？Alpha De Toyota。Toyota 是新的。旧的。它是Black and Black 这辆车是吧？没有 Black and Black， 它是专门出给这辆车。专门出，不是 Black and Black 啊，挺好来啊 ，OK。它做的东西会比较多是吧？会比较细节哦。给原装车的话，它可以 control V N turbo。哦，早 boost、boost、标 boost 都可以啊。都可以。所以在车里面它做了什么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原装。我看到它脚那边有多一片那个垫板，是 Alpha Deck 什么啊？对 ，Alpha Deck 的 shake。这么 shake？ 它就是要给它 engine shake。哦，就High cam 假 High cam 啦。做造型。OK， 我看到他的那个手把，这个 Hilux 时常断了，因为我自己的 Hilux 就是拉断过几个，所以换了这个铁的就不会烂了，是吧？未必啊，也是会啊。螺丝会断掉。螺丝会断掉。OK， 好，现在我们全部看完了这个东西，是时候去试一下这辆车，OK，Let's go。
我喜欢小苍兰的浓情，我喜欢简单的惊喜，我喜欢 Venzo 新时代除菌健康香氛。通过国际 SGS 检测除菌测试，家居与汽车双用系列，选择 Venzo 让您的生活充满健康香气。好，各位，现在我们去试下这辆车啦。当然我们全部都是重量级啊，几十个重量级的车上面试看烧胎啊，可以啊，可以啊。怎样烧呢？踩住不力踩油就可以啊。对，这样子。像样吗？这样才像样吗？开玩笑。哇，我多方便很多呢，我多是啊，你只是要顾。哇，喂，整条线哦，现在没有闻到什么油脂的味道，闻到轮胎的味道。对呀、啊。哇，整个人都精神了啊。哇，这个出车真的，因为它不多，它真的方便很多东西。对啊，那辆红色的之前我们试那个呢，就因为它就太夸张，它又迟来，这个 response 真的很快的，刚刚好。这个 response 真的好，你看我没有坐这样多人呢，而且我们该烧了胎啊，可能。也比较稳。再久一点呢。精神哦，西北精神哦。哇，他 break 很刺哦。他给我很有信心，你知道吗？我要几次 break 都可以哦。哇。